虽然遇到了许多困难，他却从未放弃过。虽然遇到了许多困难，他却从未放弃过。我买了新书，却还没有开始读。我买了新书，却还没有开始读。 尽管中文比较难，但是我们却很喜欢学习。尽管中文比较难，但是我们却很喜欢学习。小明尽管工作很忙，他却每天坚持学习日语。小明尽管工作很忙。 他却每天坚持学习日语。我喜欢吃肉，却不喜欢吃牛肉。我喜欢吃肉，却不喜欢吃牛肉。他接受了我的道歉，却仍然对我生气。 他接受了我的道歉，却仍然对我生气。我一直给这个公司打电话，却没人接。我一直给这个公司打电话，却没人接。我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。 却不能总是玩。我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，却不能总是玩。尽管是第一次见面，他们却成了好朋友。尽管是第一次见面，他们却成了好朋友。 这个地方很美，却没有太多游客。这个地方很美，却没有太多游客。他很努力了，却没有通过考试。他很努力了，却没有通过考试。 尽管他失败了一次又一次，却从未放弃过。尽管他失败了一次又一次，却从未放弃过。他的计划原本是去上海，却改变主意去北京了。 他的计划原本是去上海，却改变主意去北京了。我爸爸喜欢吃肉，而我妈妈喜欢吃蔬菜。我爸爸喜欢吃肉，而我妈妈喜欢吃蔬菜。这本书很有趣。 而那本书很无聊。这本书很有趣，而那本书很无聊。他喜欢唱歌，而我喜欢跳舞。他喜欢唱歌，而我喜欢跳舞。我们曾经是朋友。 却因为误会而分开了。我们曾经是朋友，却因为误会而分开了。我们昨天去了动物园，而没有去海滩。我们昨天去了动物园，而没有去海滩。 我喜欢吃苹果，而他喜欢吃橙子。我喜欢吃苹果，而他喜欢吃橙子。我爸很高，而我妈很矮。我爸很高，而我妈很矮。小明喜欢喝茶。 而他女朋友喜欢喝咖啡。小明喜欢喝茶，而他女朋友喜欢喝咖啡。弟弟喜欢吃巧克力，而姐姐喜欢吃冰激凌。弟弟喜欢吃巧克力，而姐姐喜欢吃冰激凌。 他很有耐心，而我很容易生气。他很有耐心，而我很容易生气。怎么去比较方便呢？不管怎么去都很方便啊。那怎么去省时间就怎么去呗。打车去也可以，但是有点贵哦。公交或地铁呢？ 都可以去的，却都要换两次车，这么麻烦的，那就打车去吧，贵点就贵点呗。不会晕车吧？山路很绕的哦。怎么去比较方便呢？不管怎么去都很方便啊。那怎么去省时间就怎么去呗，打车去也可以，但是有点贵哦。 公交或地铁呢，都可以去的，却都要换两次车，这么麻烦的，那就打车去吧，贵点就贵点呗，不会晕车吧？山路很绕的哦。你们班里的男生谁最受欢迎啊？王立明吧，他帅吗？ 不是非常帅的那种，但是他性格好，因为性格好而受欢迎啊。不仅是性格好，他还很聪明呢。他又聪明又搞笑，而且很认真。运动呢？他会吗？他很会打篮球呢，他是个队长哦。他是不是个完美男神啊？你们班里的男生？ 谁最受欢迎啊？王立明吧，他帅吗？不是非常帅的那种，但是他性格好，因为性格好而受欢迎啊。不仅是性格好，他还很聪明呢。他又聪明又搞笑，而且很认真。运动呢？他会吗？他很会打篮球呢，他是个队长哦。 他是不是个完美男神啊？同学们听着，这次的考试，小明得了第一名。他上次是倒数第二，他却没放弃，继续努力学习，这次拿到了第一名。小明，你跟同学们说几句话吧。同学们好。 我也真的没想到自己能拿到第一名，也从来没拿到过。当然很开心，但是最开心的是我发现了学习的快乐。我真的感受到了学习能让我开心、满足，也能给我自信。这是很大的收获，也可能是人生中最大的收获，比拿到第一名更有意义。以后。 我不是为了成绩而学习，我会想学习而学习，想快乐而学习的。谢谢大家这样表扬我、鼓励我，我很开心。小明啊，你的演讲让我感动了，也让我重新看到了学习的本质。同学们听着，这次的考试。 小明得了第一名，他上次是倒数第二，他却没放弃，继续努力学习，这次拿到了第一名。小明，你跟同学们说几句话吧。同学们好，我也真的没想到自己能拿到第一名，也从来没拿到过，当然很开心。但是最开心的是我发现了学习的快乐。 我真的感受到了学习能让我开心、满足，也能给我自信，这是很大的收获，也可能是人生中最大的收获，比拿到第一名更有意义。以后我不是为了成绩而学习，我会想学习而学习，想快乐而学习的。谢谢大家，这样表扬我、鼓励我。 我很开心，小明啊，你的演讲让我感动了，也让我重新看到了学习的本质。你们又吵架了呀？是不是天天吵架？他真的气死我了！他生日什么的那些纪念日，我不会忘记的，而他呢，连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都忘了。 男人不是都这样吗？我爸不会那样，家人的生日什么的都记得呢，是不是他按照农历来祝贺呀？去年呢？去年我不记得了，不记得呀？那你也不是忘记了吗？你们都差不多，没什么好抱怨的了。你们又吵架了呀？是不是天天吵架？ 他真的气死我了！他生日什么的那些纪念日我不会忘记的，而他呢，连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都忘了。男人不是都这样吗？我爸不会那样，家人的生日什么的都记得呢。是不是他按照农历来祝贺呀？去年呢？去年我不记得了，不记得呀？那你也不是忘记了吗？ 你们都差不多，没什么好抱怨的了。我妈喜欢吃甜的，而我爸喜欢吃咸的。我妈不喜欢喝酒，而我爸天天喝酒。我妈非常讨厌烟味，我爸却爱抽烟。这样完全相反的两个人，关系却还不错。 我是不是要找这样跟我相反的男朋友啊？不一定吧。我爸妈他们不相反，性格喜好都很像啊。两个人都吃辣的，都一起喝酒，都爱打麻将。他们关系好吗？好的很，天天一起出去爬山啊、遛狗啊什么的。那我要不要找个跟我相似的呀？ 相反的、相似的都没有关系的了，看看合不合适啦。也是哦，那就看看缘分呗。我妈喜欢吃甜的，而我爸喜欢吃咸的。我妈不喜欢喝酒，而我爸天天喝酒。我妈非常讨厌烟味，我爸却爱抽烟。这样完全相反的两个人。 关系却还不错，我是不是要找这样跟我相反的男朋友啊？不一定吧，我爸妈他们不相反，性格喜好都很像啊。两个人都吃辣的，都一起喝酒，都爱打麻将。他们关系好吗？好的很，天天一起出去爬山啊、遛狗啊什么的。那我要不要找个跟我相似的呀？ 相反的、相似的都没有关系的了，看看合不合适啦。也是哦，那就看看缘分呗。气死我了！你看看我儿子的作文，我看看。我很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，却不能总是一起玩，所以。 我大部分时间在自己房间里做作业，可是我妈妈没事就看手机刷抖音，我爸爸下班后和同事去喝酒，很晚才回来。我觉得大人很自由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小孩却完全不自由，做我想做的事情就被我妈妈骂。我想快点长大。 快点做大人！哈哈，笑死我了。小孩的观察力很强的，你也不要在你儿子面前玩手机了，气死我了！你看看我儿子的作文，我看看。我很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，却不能总是一起玩，所以。 我大部分时间在自己房间里做作业，可是我妈妈没事就看手机刷抖音。我爸爸下班后和同事去喝酒，很晚才回来。我觉得大人很自由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小孩却完全不自由，做我想做的事情就被我妈妈骂。我想快点长大。 快点做大人！哈哈，笑死我了。小孩的观察力很强的，你也不要在你儿子面前玩手机了。你认识他呀？你们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曾经是男女朋友，却因为误会而分手了呢。你们曾经是情侣？ 真的假的？哈哈，开玩笑了，怎么可能是真的呀？吓死我了！因为他是我现在的男朋友呢。啊，真的吗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骗你了！干嘛呀你？你先开始的呀，你赢了。你认识他呀？你们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曾经是男女朋友。 却因为误会而分手了呢？你们曾经是情侣，真的假的？哈哈，开玩笑了，怎么可能是真的呀？吓死我了，因为他是我现在的男朋友呢。啊，真的吗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骗你了，干嘛呀你？你先开始的呀，你赢了。 你和你老公性格像吗？算是相反的吧。我一般喜欢出去逛街，而我老公一般在家里不怎么出去的。就你比较外向一点，而你老公是比较内向、比较宅，是吧？对，他不太喜欢和别人交流。我是这样放开一点的嘛，完全相反。这样子不会吵架吧？ 嗯，我们不怎么吵架，但是当然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哦。意见不合，你们怎么解决呢？就是我们说出来，不要闷在心里。就是说，互相的交流很重要，是吧？没错，有问题就立刻解决。你和你老公性格像吗？算是相反的吧。 我一般喜欢出去逛街，而我老公一般在家里不怎么出去的。就你比较外向一点，而你老公是比较内向、比较宅，是吧？对，他不太喜欢和别人交流。我是这样放开一点的嘛，完全相反。这样子不会吵架吧？嗯，我们不怎么吵架。 但是当然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，哦。意见不合，你们怎么解决呢？就是我们说出来，不要闷在心里。就是说，互相的交流很重要，是吧？没错，有问题就立刻解决。我知道他是谁，但另外的人我不认识。 我知道他是谁，但另外的人我不认识。除了中文，他还会说另外两种语言。除了中文，他还会说另外两种语言。我们还需要另外一名志愿者。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名志愿者。我们需要另外的计划。我们需要另外的计划。另外的问题还需要考虑。另外的问题还需要考虑。 他只有一个选择吗？或者有另外的选择？他只有一个选择吗？或者有另外的选择？这层楼的二零五和五零幺是空着的，另外的都有人住。这层楼的二零五和五零幺是空着的。 另外的都有人住。你们四个人先坐李老师的车走，另外的跟王老师坐公交车。你们四个人先坐李老师的车走，另外的跟王老师坐公交车。今天先谈这些。 另外的，我们改天再说吧。今天先谈这些。另外的，我们改天再说吧。这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先不考虑。这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先不考虑。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水和便当，还需要另外的东西的话，你们自己买哦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水和便当，还需要另外的东西的话，你们自己买哦。这家餐厅的披萨非常好吃。 另外的好处是他们的服务也很到位。这家餐厅的披萨非常好吃。另外的好处是他们的服务也很到位。另外，李总需要你明天早上来他的办公室。 另外，李总需要你明天早上来他的办公室。我有一条狗，另外我还有一只猫。我有一条狗，另外我还有一只猫。另外，请不要忘记明天的会议。 另外，请不要忘记明天的会议。另外，我们还需要您的签名。另外，我们还需要您的签名。我喜欢吃冰激凌。另外，我也喜欢巧克力。 我喜欢吃冰激凌，另外我也喜欢巧克力。这公司在国外也有发展，另外福利也很不错。这公司在国外也有发展，另外福利也很不错。 我们公司的人事今天都出差不在了。另外，今天下午三点，张总从上海来我们公司。我们公司的人事今天都出差不在了。另外，今天下午三点，张总从上海来我们公司。我们会另外通知您的。 我们会另外通知您的。我另外还有一台手机哦。我另外还有一台手机哦。你另外再买吧。你另外再买吧。 我有一些学中文的书，另外还有学英语的书。我有一些学中文的书，另外还有学英语的书。我们已经点了披萨，另外还点了一份沙拉。我们已经点了披萨。 另外还点了一份沙拉。我们另外需要一些时间来准备。我们另外需要一些时间来准备。别着急，我另外送你一个。别着急。 我另外送你一个。我今天吃了面条，另外还吃了面包。我今天吃了面条，另外还吃了面包。这个项目另外还需要更多的投资。 这个项目另外还需要更多的投资。老师另外又补充了有些知识点。老师另外又补充了有些知识点。今天我买了一些吃的，另外还买了一袋米。 今天我买了一些吃的，另外还买了一袋米。除了这个主题，另外我们还讨论了其他问题。除了这个主题，另外我们还讨论了其他问题。 除了这家餐厅，另外还有很多好吃的店。除了这家餐厅，另外还有很多好吃的店。这个城市有很多博物馆，另外还有很多历史遗址。这个城市有很多博物馆。 另外还有很多历史遗址。另外，这次的预算也不是很理想吧？预算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不是现在在讨论的。好的，那预算下次再讨论吧。嗯，一次讨论好几个问题的话，大家会混乱，不会有好的结论的。 明白，那我这边没有特别要提出的问题了。好，那李小楠，你们那边有什么疑问吗？另外，这次的预算也不是很理想吧？预算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不是现在在讨论的。好的，那预算下次再讨论吧。 嗯，一次讨论好几个问题的话，大家会混乱，不会有好的结论的。明白。那我这边没有特别要提出的问题了。好，那李小楠，你们那边有什么疑问吗？ 今天面试的怎么样？姓李的男孩子不错吧？我觉得另外一个男生比较好。我没印象，谁呀、啊？就是有点胖胖的，长胡子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看看他的资料。我这边只有这些，你看看。除了这些，我们还需要另外的材料吧？另外招人也困难的，就选他好了。 那好吧，就算是你选的哦。以后他出什么问题就是你的责任哦。今天面试的怎么样？姓李的男孩子不错吧？我觉得另外一个男生比较好。我没印象，谁呀、啊？就是有点胖胖的，长胡子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看看他的资料。 我这边只有这些，你看看。除了这些，我们还需要另外的材料吧？另外招人也困难的，就选他好了。那好吧，就算是你选的哦。以后他出什么问题，就是你的责任哦。你觉得这件衣服适合我？ 还是另外一件适合我，我觉得另外一件适合你。为什么这件更适合我？因为颜色也比那件好看，另外大小也正好。搭配这件的话，应该要另外再买条黑色的裤子，好吧？嗯，那你去挑吧。你要不要买？我不买，对衣服没什么兴趣。那你坐着吧。 买单时我叫你，哎，男人也不容易啊。你觉得这件衣服适合我，还是另外一件适合我？我觉得另外一件适合你。为什么这件更适合我？因为颜色也比那件好看，另外大小也正好，搭配这件的话。 应该要另外再买条黑色的裤子，好吧？嗯，那你去挑吧。你要不要买？我不买，对衣服没什么兴趣。那你坐着吧，买单时我叫你。哎，男人也不容易啊。 你选专业的时候，第一志愿是日语吗？没有，其实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英文，第二志愿才是日语呢。这样啊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除了这两个以外，另外还有西班牙语、法语、德语和韩语。我这里面随便挑的，只是感觉英语和日语以后有用。就这样。 定了，你有没有后悔选日语专业啊？没有啊，虽然我本来觉得学习日语挺难的，但现在越学越有意思了，而且越来越喜欢了，所以我决定去日本留学了嘛。不喜欢就不去哦。你日语说的很好，看得出来你付出了不少，学生们的好榜样。 你选专业的时候，第一志愿是日语吗？没有，其实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英文，第二志愿才是日语呢。这样啊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除了这两个以外，另外还有西班牙语、法语、德语和韩语。我这里面随便挑的，只是感觉英语和日语以后有用。就这样。 定了，你有没有后悔选日语专业啊？没有啊，虽然我本来觉得学习日语挺难的，但现在越学越有意思了，而且越来越喜欢了，所以我决定去日本留学了嘛。不喜欢就不去哦。你日语说的很好，看得出来你付出了不少，学生们的好榜样。 明天一共五个人来面试是吧？还有另外一个刚毕业的学生，不知道来不来，那就六个人哦。但是那个刚毕业的来不来不确定是怎么回事，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，提前要通知的呀。我已经发了邮件给他了，他还没回。嗯，让他今天就确定明天能不能来哦。 面试就明天早上了，是哦，已经四点了，看他还没联系我们，我估计他不来了。快下班了，明天面试的人数要通知呢。五点了他还没回的话，他的面试就取消吧。明天一共五个人来面试是吧？ 还有另外一个刚毕业的学生，不知道来不来，那就六个人哦。但是那个刚毕业的来不来不确定，是怎么回事？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，提前要通知的呀。我已经发了邮件给他了，他还没回。嗯，让他今天就确定明天能不能来哦。面试就明天早上了。是哦，已经四点了。 看他还没联系我们，我估计他不来了。快下班了，明天面试的人数要通知呢。五点了，他还没回的话，他的面试就取消吧。高中的老师果然比较严格，有没有？你觉得呢？ 嗯，第一个老师还好，那个英语老师他至少还会开玩笑的那种，但是另外一个老师就很难接近的样子。那个应该是数学老师哦，理科男本来就那样吧，不太会开玩笑，但他有点帅，你觉得呢？我也觉得，像韩剧里的欧巴的那种帅，是哦，他学会了微笑就完美男神啊。 要看我们喽，这学期我们乖乖的学习，没给他压力，他就会变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做好学生啦。高中的老师果然比较严格，有没有？你觉得呢？嗯，第一个老师还好，那个英语老师，他至少还会开玩笑的那种，但是。 另外一个老师就很难接近的样子，那个应该是数学老师哦。李科男本来就那样吧，不太会开玩笑，但他有点帅，你觉得呢？我也觉得，像韩剧里的欧巴的那种帅。是哦，他学会了微笑就完美男神啊。要看我们咯，这学期我们乖乖的学习，没给他压力，他就会变吧。 好，那我们就做好学生啦。我们这次去哪旅游呢？上次去了海边，这次去有山的地方。山形县的藏王这个地方不错，可以滑雪，我们可以试下。 除了这些玩的地方，另外还有温泉。听说藏王的温泉也很有名。可以啊，十二月份的话会有雪吧？我其实没见过雪呢。那里会下好多雪呢。其实我也没怎么看过雪呢。你看，冬天还能看到树冰，这好漂亮啊！那就这么定了，我们去藏王。 我们这次去哪旅游呢？上次去了海边，这次去有山的地方。山形县的藏王这个地方不错，可以滑雪，我们可以试下。除了这些玩的地方，另外还有温泉。听说藏王的温泉也很有名，可以啊。十二月份的话会有雪吧？我其实没见过雪呢。 那里会下好多雪呢。其实我也没怎么看过雪呢。你看，冬天还能看到树冰，这好漂亮啊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我们去藏王。今天怎么下午才开会呢？平时不是在上午开的吗？ 本来是上午十点开会的，但总经理还在外地，上午来不及就改到下午了。这样子啊。另外，我想确认一下，山本先生明天要去广州出差是吧？是的，陈红陪他去，他会日语，可以帮他翻译。好的。其实山本先生的中文很不错，不需要翻译吧？他去广州嘛。 还是广东人的陈红去用广东话和客户交流比较好，有道理。今天怎么下午才开会呢？平时不是在上午开的吗？本来是上午十点开会的，但总经理还在外地，上午来不及就改到下午了。这样子啊。 另外，我想确认一下，山本先生明天要去广州出差是吧？是的，陈红陪他去，他会日语，可以帮他翻译。好的，其实山本先生的中文很不错，不需要翻译吧？他去广州嘛，还是广东人的陈红去用广东话和客户交流比较好，有道理。